大家好，我是七路小赵。咱一大爷又淘来了十多盆精品的老庄济州砧板啊，都是有参展潜力的啊，咱抓紧过来看一下它的质量怎么样。哎，一大爷，哎，哎呦，在他妈的了、啊、哎呦，我看这怎么了？这是山里干哦，山里干、嗯、这是咱一看那个砧板嘛。哦，你说刚收了一批啊、哎、一个人收了多少卡？是一卡吧，是一卡哟、哎、这从哪收的？我看他不弄啊、嗯、反正也是一个老玩家，他不想玩了，年龄比我还要大，他处理了。哦哦，你说也是个老玩家，原本自己整了歪的，这是。哎，对呀、啊、哦，我发对他那得整多少年了，我看基本上不都成型了吗？配阳，你看这样配阳都是按这个配阳的规矩来的啊。配阳栽种都到不低15年以上，不低于15年以上培养了，嗯，啊，我看这个，你看这根盘桩体，这个老度全部都有了哈。你看自然山里干，你看现在老化到什么程度？啊，哎呦，你看这下边这根盘都出山里干了哈。这种东西吧，我买来我它很贵，但是我还是买了啊，我享受了。哦，这种东西我在一座山里干，这种东西都是好东西，都是万安姐姐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眼光在咱这边是公认的，绝对是顶呱呱。对，哦，他这个上边这个山里干都没做是吧？他上边山里干都没做啊，肯定他来整形整的很好啊。整形是真不能，你看这个是个稍微带点，就是说长颈水样就可以哈。我山里干他还欠着好，你别看看这一颗，每颗都很漂亮。你看这颗，哦，其他还有好的。你看看，哎呦，这块更漂亮啊！你这根盘在40公分，你看到了吧？根盘在40公分。哦，它的直径20来公分。哦，哎呦，你看这个下边这个，我看这都爆起来了嘛，这不贴出来爆起来了嘛。这种东西你要有时间养的话，养好3-2年可以参展，3-2年就可以参展了。哎，绝对的，八号车里干。我把到时候瞧瞧还能拿个奖来。你看手顶，你看，嗯，一座车里干的手顶，你看多漂亮。对，这上面气已上了，你看这大飘雪。哎，啊，有一个大淋水样就可以哈。我发的这个真是行家才能看美到哈。这种东西。非常难得，但是价格高是高的。我这干这2年，我还真看不出来了，这。看着这请教这些老师傅，嗯，要这两个我看着基本上能凑一对嘛，这不就是？一对一左一右。啊，一左一右正好哈。咱这种现在卖不卖？卖也行吧，但是我这个年龄也这么大，我玩不了六几盆玩也行的。六个几盆玩也看也就说卖上几盆哈。你看这两盆的话价格得多少钱啊？这两盆这一对啊，哎呦，你放他们仓库，你拿的话也得我拿的话也得8500一颗，八千来块钱才，有参展潜力的才8000来块钱。啊，正常你又不管上哪里，你又看就这种质量的怎么不下万元哈。哦，哎呦，非常有潜力，这节课也不能，你要想买你就买，嗯，现在买最合适，现在是最合适时候，你整出来了到时候这个价格我觉得有的，嗯，整出来的肯定不卖，有一层功夫钱了哈。哎呦，你看这一看，我说这一看，我看这个自然的这个国度，这个抹的哈，啊，哎呦，这个到时候得多少山里干了，你看这种就得该去的去，该修的修哈。该修的修，你说完以后你再看效果是一样。哎呦，你这批好，我发实话，真叫你就发掏着了。每颗都是能玩的精髓。对，嗯，哎呦，咱都是那个这么贵的嘛，就还有便宜点的嘛，咱这真办。哦，你看还有也有便宜点的。便宜哦哟，这种就还真就还普通饭呀。哎，你看一下。啊，拧歪拧的真狠呀。这种我这七颗准备大包走。七颗，哦，一共还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配的。大包的话，这个多少钱？什么价？大包的话，本来就是2-5的。反正你要大包的话，你就给我个最实诚的价。嗯。不能低于2000。哦，大包就是说按配来。一颗不能是，每颗不能给我挑。哦，不能挑，就是七颗就是一块处理是吧？嗯，对。每次我单卖就得3000块钱。哎呦，你看这个大哥的。这一发，你要把单卖这一颗就得3000。对啊。嗯，还是我发。但是没一个差的。嗯，都差不多、啊，你看这批货、啊。嗯，还是我发，还是发就是发，大处理这种大包哈，
要的多肯定便宜的。这种东西吧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这种东西我今天都是买的多少钱我就买多少钱，你可赚个一厘二厘。哎呀，就是挣个就很八十块就很生活费钱呀。哎，还是这种好啊哈。你看还是这种漂亮。哎，从远处一看，你看这两盆多漂亮，太美了。